发现因为 Christmas 啊，所以 Costco 有这些挂历，太可爱了，有没有？小狗的也特别可爱啊，太可爱了。完之后，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是他在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喜欢 Christmas。他这个真的就每句话都非常有意思。你看 ，cozy inside， fun with our friends， have presents， because we sing songs， and we make colorful decorations， and we play games， because the moon is right， and our friends and family come to visit。下一个是小老鼠的 ，because we tell stories。完之后，下一个是 There's a lot to eat。再下一次 I want to take naps because there are extra kisses and cuddles for everyone。那边 Have parties。完之后 ，Because everyone is happy， 就跟特别可爱，而且画的也很好。这种书就我真觉得儿童读物里就这种画面的质量特别好。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现在看到这句话有点伤心，就四个月过得真的好快啊。为啥？就是想说这个挺好的，确实是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半年吧，挺开心的。OK， 大家好，又到了我一年一度最开心的开箱环节，就双十一购物嘛，就是犒劳自己一下，完之后你买的东西比较多，之后很开心，大家欣赏一下完美的这个组合。首先是在这个 Sephora 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之前说我会回购的一个东西，有没有人能猜出来是什么呢？好，我估计也没有。就是箱里面真的很空，就只有一个东西。对，摩洛哥的这个发油，就是当时为什么想要买这个，就是觉得首先自己本身来说抹完之后发现就是它的小样真的很好用，所以就直接非常完美的下单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东西，哒哒哒，小红帽，买了就是这么一箱的面膜。对，就因为我可能太就觉得脸很干，所以就很喜欢用面膜这个类型的产品，所以就买了很多就是护肤方面的东西。literally 可能买了很多很多盒。对的话，就是对我觉得这个蜂蜜的这个面膜真的不错，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就非常怎么形容，就是它所有东西非常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础款正好打折，我就买了一个。之后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本身来说是上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小蓝药丸，所以就囤了好多个，就是囤了大概六个。之后除此之外的话，尝试的新的产品商比较少，就这两个都是那种经典款的。我觉得就怎么说 Minaso 的面膜，就是说我一定要有它，就我觉得它真的是那种就是敏感皮的救星，就我哪里真的脸特别不舒服的时候铺一片就觉得特别开心，所以这两个买了。完之后尝试的新品的话，就是一个他们家这个什么限定款，我觉得想尝试一下，二一个就是他们家这美白款，所以就这个是这些。最后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希望大家买的开心，用的放心，之后等我用完之后再给大家一个反馈。对，所以我上挺想尝试这个新面膜什么感觉的。OK， 那我们就拜拜。总共就是这次买的所有东西。我说我们家就是整整的被我养成了一个植物种植园，就这个目前的状况是这个可能真的去世了，我的小白菜还在长，之后新的小花朵。然后这个百合开花真的一夜之间就开花了，但它有点沉，它自己会掉下去。Still， 我不得不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我们学校这镜子，显得我比较高大。不得不说，这整个东西整的真的是不错。我真的是想说两句话，就是人吧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东西
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真的好难呐、啊！我现在准备去学校，完之后真的是冻死我了啊！不得不说，就是这是我第二次戴隐形眼镜，我戴的时间就比少很多，就用20分钟左右就戴上了，但是还是很晕，就是不太习惯这个感觉，对。那想说我不敢相信已经开始下第一场，就是那种冰雹了，天哪，才11月哎。每次觉得特别可爱一个点，就每次都是零的时候刚好来加油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开心。刚才把每一个都拼了一遍，完这试香了，完刚才我们现在等大概1分钟吧，完之后再重新再闻一遍，这是它新上的两个味道，完之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美，抹茶，这个真的太抹茶，完全就觉得抹茶味儿。罗斯科湾这棵树真的是好好看呐、啊！我可能比较欣喜的就是看到现在木屐街上有这个香薰蜡烛了。我觉得最好闻的那个是 Rose 的这个味道，就是玫瑰香，真的特别好闻。这个是在就是 Square One 3楼看出去的状态，就特别帅，有没有？就完全就是说感觉你能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群体的感觉，就比在1、2楼不一样。我们就到了，刚才看到发现好多车，真的好多车。我们已经上了5楼，但是5楼还有这么多人，就可想而知今天人是有多挤。我的天哪！这块就是从5楼看下去的状态，一会儿大家看看。今天整个购物商场呢，就是都是这种就是开放式的，就进不同的店就可以进去。说的双人的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好，就专门吃那种 espresso 的2层的，而且都是手工做的。你值得拥有。他家的这个真的是我见过最贵的指甲刀，对，啊，那看着好好呀。我找到了我们家的那一款，在这儿，真的就他家的刀就给人感觉就很，反正很舒服，就不管哪一款吧，就很舒服。里边有不同颜色刀柄嘛，还给你进去排一排，奇奇怪怪样样的摆在这儿了。一圈下来，我还是最喜欢这个，或者这个是吧，都挺好的。这一排这家店打折打4折，完之后这双水我觉得特别可爱，有没有小兔子？哎，不是，还没小鹿。伤心的这双鞋，可是它不是那个细跟的，但是对，还是有点累。好不容易我终于把这双鞋穿上了，之后它目前的，就是它这边的话，如果 size 就我现在是8.5号的，完它就会有点褶，但是就，但是鞋是这样子，完它修腿型大概修成这样，这样子，但是就，哎，小腿粗，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对。真实试鞋的一个状态，就出的汗出的，包括前面，这是真实试鞋状态，就是太难了，就是哎，就鞋挺好看的，但就是腿太粗啊，气死了。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就它被称为就是最辣的一个辣椒，它的辣椒等级是最后一个等级。完，你要吃这个辣椒，你还得签字儿，就是证明一下你是自己愿意自己尝的。完，它这个辣就是怎么说呢？它不一定是辣，但它有点麻，它会让你的舌头慢慢失去知觉的那种吧。嗯，咱们看的植物今天也是挺多的，完之后就是对，这个包很经典，有没有？大小就是差不多跟手一边大。完还有这个，好多就是对，挺多人。想做个约定，如果我减下肥了，我一定要来买一双那个鞋。大家拜拜。我不得不说，这个外面的雪景真的太好看了，有没有？我天，太神奇了。现在的状态是下了1个多小时之后，就是有点像银色的世界，有没有？我才又看了一个影片，这种影片是在讲那个韩安村恰恰恰吧。反正最近就很感慨，然后留一个信息，希望就是。如果疫情没有了，我可能第一件干的事儿就是回趟国，之后，再一定要回新加坡，之后，要对自己